来了来了，我有网我又来了，小伙伴刚一来就发现了这里隐藏的这条龙尾鱼啊、哦！哇塞，这条龙尾鱼好大！哎呦我去，活力这么满吗？来，二指禅，给我夹它，收了，收获今天第一条龙尾鱼。哦，这个叫做蒸鱼，我听说这个烤的是特别好吃哈、啊。来，收它，发财蟹。哎呀妈的，这发财蟹个头好小，不要哈。皮皮虾，你给我上来吧。兔，海兔，哇塞，小海兔，搂它，这里又来一只，搂它，走走走，往这边看一看。哎，小皮皮，我发现了一只卢沟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里有只卢沟虾呀？好小，不要哈，嫌弃。我的妈呀，这个鲈鱼啊，这鲈鱼这么小的，这个头好小，把这个蒸鱼给它收了吧，收它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哇塞，今晚这个潮水退的还行哈，不过呢，没有前两天这个货多呀，收 ，beautiful， 活体，哎呦，海鲫鱼啊，海鲫鱼。哎呀妈呀，浑身都是刺，来给他纳为囊中之物，收了收了，这里这个鲈鱼还可以哈，个头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活力满满，收它，黄花鱼收，这里又来一个收，哇塞，这个龙尾鱼个头也很大，二指禅夹它，还要咬我来，小样你咬谁呢？收，黄花鱼收，小皮皮，你给我上来吧，小老弟。哎呀妈，不太好拿，收一黄花鱼。今天晚上鱼货还是跟往常一样，还是这么多。收，哇塞，这种感觉太美妙了。屏幕前的小伙伴要不要过来玩？想过来玩的话呢，评论区跟我互动，评论区跟我互动。诚邀你们过来跟我一起抓货，体验这种赶海生活。天人捏这个螃蟹头特别硬啊，一般捏不动它，收它。哇塞，这里鱼还好多，这里又来一条鲈鱼，收它。先捡大的挑吧，迷你八爪鱼，哇塞，好小这个，吐沫汁啊！走了走了，小老弟。回家了，哇塞，这个个头好小，收。这黄花鱼还在游呢，别游了，走了。那里还有龙尾鱼啊，看看这水里边有没有。哇塞，这两条鲈鱼干啥呢？哎呦，特漂亮。这里还一条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哎呀，我去的。跑得这么快吗？拉你，非得让我用脚吗？好嘞，行了，咱这一期呢到此为止了哈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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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见再见。